新传播了，那个题也很什么，很辛苦，对不对？真的很辛苦，很委屈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你现在在店当中，任何他三年提高太多的薪水，你这是民国35年前，35年，任何今年民国35年，34年前，你还没给你建议，其实呢，我到太过反弹，我从几岁？我只做34岁，恁我33岁，恁变34岁一出。阮太太怀孕，阮引出几岁，就是我去泰国几年，阮伫泰国我生引出。哦，有名不敢为，无名不敢自传。这个叫恁找，我找一届2个月，一定爱坚持做3个月。我不传，有话袂晓讲泰国话，有目睭袂晓看泰国语，有耳孔袂晓听泰国话。有两支手袂用写泰国字，有两支脚听袂出来，写哪我唔知影，叫五不全。但是出面啊，一天过一天，一天过一天，迄个痛苦。34岁，在我咧做手表，做木材。哦，太太，我娶三个囡仔，上细汉我当生出来，办不到要倒，敢唔敢倒来呢？唔敢倒来，真正唔敢倒来，真正倒来当中来变当老板，唔敢。每时间啊，差不多黄昏5点的时分，咱譬如等下后边遐多条铁桥路，铁桥路啊，我伫个铁桥路，迄个铁路是搭国部的铁桥路，唔是坐坐火车咧行，是一工过几房仔，啊去遐咧行，啊咱行啊行，抱着一个非常沉重的心情，啊喊着迄首，你自己原来迄个主人，把咱叫做菩提祖师。那叫做菩提祖师，但是这来去用功夫无落了后，你菩提祖师我会念念，啊，所以咱的概率改就是叫做防微之后，所以你这个内底当中，你一定就是讲你一改第一个关卡，你家己控制好势，第二个咩，你按做会行，你会调哦，所以佛陀，你金刚经的第一分就跟你讲，娑婆第一分佛陀一句话。要安怎让我这个心的安定？要怎让我这个心的安静？然后云何应住？云何消我之心？有无？出事的我来问这个问题啊！哦，2500多人的今仔日，咱完全依然就是在问这两个问题。这叫做大圣佛法，啊叫做心法。不过呢，过去我对内心世界，家己一直咧提高，拢对外口咧攀缘，拢咧计较比较。拢讲东家长西家短，啊，步步一路对人，对当中好在做解，连看是点样概率嘛，那不叫做呐，自己概率的能力差，哎，率就是叫做运气，你无改就无率，你无改无运气。这架火车如果按照着火车的航路去行，安尼叫做呐，叫做绕变。较早人话绕变，就是讲火车绕变，就是讲叫做绕，叫做绕变。那么高本的人，应该我不是为了为谋生，谋生啦。啊，那边就是因为火车塞边行，啊，到那边啊，唔记得啦，安尼对啦。啊，所以咱今日就是因为咱无按照这个规矩去行，那那那边，啊，咱今日受到受到这么痛苦，本来都是中欢喜的问题，中欢到最幸福的问题，是要让你无法释然，会让你无法乌烟瘴气，让你无法你家己都要受会落去。收的东西是别人问题，你的问题。其实刚刚讲的回归到什么？你家己的问题嘛，哎呀，别人你跟这种关系嘛，别人是和你什么因缘的？那么缘起无好坏，啊，好坏在人心。缘起都无关系，因缘阿母的因缘是拄着这因缘去那阿母，啊，阿母老因缘去，你是你，我是我嘛无关系，咁是安尼？啊，阿母今期咧靠着你跟我都有关系安尼？这个演戏啊，啊演戏，咱得用演的什么？我是你的阿母，啊你是我的母，啊你今天爱听我阿的话，阿母人不敢问，我先爱听你的，南路边的我就听你的，啊就是你的阿管就是阿母，你是我的，敢是安尼？有一个我的，你是我的，我是你的，那不得，你今我今来，你第三分来。肉菩萨有果相，有人相，有众生相，有寿者相，是有菩萨。
有我的道理的安尼，这两个对立起来就是有第三句会出来呢，叫做众生相，众生叫众念众生相，叫啥物啊？你要同管，你无听我也袂使啦，你爱照我意思去行。感谢呢，啊一方面人听你的呢，就见性啊，受得相变是执着啊，执着了执着我的啊，啊那安尼这个家庭就快乐袂。所以佛教上，你不能讲。第三个，四大平等无有高下，四名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二大的内底，当中是讲平等，有佛教上是讲叫做正定，迄、那个正的讲叫做平等意思。咱今日我当达到男女平等，女男平等。你唔是我，我唔是你的，大家互相尊重。那安尼，我这个法叫做互相正定正觉，佛陀安尼跟你讲。但是咱学习平等也袂错袂，唔是遐简单嘞，较好嘛袂平等嘞，较特别管嘞，有阵时啊，自己管阿蛮嘞，阿有阵时去念阿蛮，阿念都袂爽快，阿袂爽快，气牢骚啊。当时咧，大家都是拢爱误解物件，所以咧，家己迄个概率的能力差，袂当按照着正常的规矩去行，阿袂当按照规矩，袂当按照正常规矩行，叫做哪？叫做外道，叫做偏嘛，那叫做外道。啊，你把偏见当作正见，你会照我的意思，但是你唔敢去偏送哦，让大家都照你的意思。安尼问题无？当然嘛，一定会来。所以安尼叫做哪？一盲引众嘛。啊，然呢，相接入火坑。啊，你在催眠，我在喊你催眠，啊，你不催眠，啊，我听你话都未使，你听你话都未使，啊，变哪？所以这个代志造成越压越火，愈暗愈无接，现在愈暗愈无接。较早阮遐一个战士啊，三金水先生讲一句话啦，伊讲安怎呢？囡仔请师公来去做师公啦，啊囡仔哪做哪死就对了。意思这师公要囡仔活下，对不对？但是师公哪做囡仔哪死就对了，意思讲无效就对了。啊，这个意思，愈暗愈无接，是安尼。我今日去愈烧的愈严重，会愈吃力。这个意思就安尼啦。问题是出离西宫吗？西宫的是一个缘啦。问题出离这法吗？法是一个缘啦。问题出离这法要吃袂落去，法药你吃袂落去，所以你才愈来愈严重。药啊吃会落去，药搞病去，是安尼药啊吃的。第六个病毒，给你吃袂落去，所以你无法当去改变，所以我执就是叫习病，但地下是病，所以修道是修这个习，一切物件都是讲这个习，所以呢，习病叫做主观意识的超凡意识，这两个超凡都有作用，就是代表你的习作用，迄面讲的物件，你拢爱听我的，你爱听我意思去啊，你袂使讲话钱，我讲话你爱听我的，我听我也袂使。家庭的安塞，那安尼做超凡，你太太是足辛苦的呢。太太唔得，家庭要活嘛，我听你的。听到尾，我来起无平衡声。后尾王健，后尾王健遐犯着离婚去啊。我是忍耐，忍耐，唔是我无脾气呢。我是忍耐，感谢呢，那就很感谢呢。你要打我那大头，我唔要。我熟悉就是阿爹，修的啊，天堂嘛是天堂，困顿啊，如果十秒。改一点，能够一点到位啊！一点天都蛮出名的，那你点稍微，啊，特别开始会念啊，念个话来有名，感谢。所以你这个主观的操盘力量，人人拢爱教练意识，你是做蛮好个物件。前公司小强，今日做点嘛小强，今日是，都讲意识。所以你主观要转为客观，咱袂使用我的主观在操盘，咱要用客观的来建设的。客观的名单，我主管人的内容，对，大家做参考，以大家意见为意见。所以习转为习用为用，就是讲，你的习用这个经济内底当中，要当转变成智慧的经济，要当转变成智慧经济，这概念无好概念。较早泰国吼，以前泰国过来你听无？哦，有。啊，泰国过来，较早我做囡仔时阵吼。你今年较早带病的时阵，差不多病的时阵，拢咧看病。啊，那你迄个、那个、那个大孙边哦，拢有生了山瓜仔起，
somebody can go. Second year, a software can come and I can decide the pop watching children. Oh, he's a young man. You take a quarter more. That's what I'm talking about. I take a quarter of the day, but he's sitting for a single look. He did kind of, he did kind of, oh, kind of much more. See the point is about him. Kind of was he gone? Oh, so then I want to kind of say that. 但是咱们解决番物件，咱无解决咱的心理呢。咱的心，咱拢无解决，咱解决番物件呢。感谢呢，所以解决番物件是趁钱啦，解决心理是做福啦，啊做菩萨啦。感谢，所以咱解决番钱也爱，但是心理解决我做福做菩萨嘛。感谢，所以爱专心心地好，越来越重要，越来越重要。 如果不如讲，你的拙劣的一顿，啊，迄个、迄个劣的，就是劣差，成败的意思。啊，不由此，修德是到位啊，如面修行，你修德是到你都出出这个问题，必须要做高尚，必须要做严谨，必须要做气质。但是愈来呢，啊，所以讲，好，所以呢，就是讲，所以问题出在这些所在，你那我也是很古的，这两种方面。 欲用专心不留情，欢欣应处那徛地，三心专素地，心所作地，命观七地，并说平定性命，甲台湾家庭。啊，因为这两色，就是因为对对因中转啊，各上转，因中转就是六色，眼内必色心意，为了色啊六色。啊，六色，那就是叫做哪？叫做意色。 第七性叫做哪？叫做观那性。对不对？这两性在操盘，叫做因中转。因就是你开始，这个走因呢，这个走因呢是要转落去，哦，改变就对了。专处不留情，你本身你个人的思想要做代志，你一定要用功力，用智慧，要用精力来做，要专心。啊，因头前一个叫做心所作品。 迄个心所作地就是讲协助地啦，协地七十二成功，协助地啦，协甲第七十二成功，那不叫做眼力必先心这五识。因为这五识心所作地都无关键，因为这功用就是协助心功用，这协助心功这都无功用。协助因为看到、听到眼力必先心这五识是外好。 伊里面那协助你看到，你学第七识，对心里面意识去转妙观察地，这个妙观察地叫做菩萨地，这个平等平等性地，这个叫做佛地，叫做菩萨地，妙观察地叫做菩萨界。安尼啦，哦，妙观察地叫做菩萨界，但是问题出在的所在，咱今仔日用于分五八眼、八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。 各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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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啊，列兵兵伊伫个下段中心个内底，所以咱第六式叫做千里式，第七式叫做千里式。千里式，人人会说句话，阿妈我人，我去甲你讲迄句话，你会记袂？对，我个意识呢，我没有意识，我袂记啊，我无即个意识观念，我袂记，我没有看到。啊，有一句话你听着，你心足痛，你安那？苦，这句我听着心够痛，我听着心足艰苦。你今入去第七识，你第七识内底较久，伊嘛接条咧，叫做执着心，接伫内底，你接伫内底未放咧，你叫生意识，较久伊嘛接条咧。哦，啊，第六识伊重要当中转第七识，重要当中伊无在意，我不在意，我无在意的下半世，但是这两识总是
因着做的事，所以呢，欲行转处，这两个转处，不留心转的心功，欢心应处那下的。凡是你对一个环境，化解流行，你对一个时阵，你都会受着一切人的影响，因为你第六识甲第七识的转心功。第一识叫做大圆镜，大圆镜就是讲什么物件，讲叫做装饰，如飞机的娃娃吧。所有的物件就是下一些娃娃吧。所以呢，因果万非因果事，安就对了吼。所以这当中呢，啊，意识不是用高压的，是用转世之智的功夫。所以我们讲心念转个弯，生命就一千块。哦，他在那个啊，那个叫在菜场边缘时候，常见讲这句。但是心念转个弯，要怎么去转弯点？转弯点这个转世之智。那个转弯，你今日去咧行，行去弄着标，你若行咧甲标过，是你倒来边倒，你倒来边倒，因为你不懂得转弯，所以你若转个弯，表面倒啊，你也免倒，啊，唔是好个，敢是？唔过咱着要智慧去转弯，硬要甲弄过，弄过就吃烂啊。所以呢，你叫做无智慧，不知何时能翻得过来个地方。哇，今日去大陆夜夜。我唔知何时俾他翻腾过来，家己对家己尚无信心嘅，迄、那个翻腾是种嘅大翻身，也是是种嘅大改变。先得以物试德，还乡道，生来死去是翻，见到这个翻腾。说客栈，这、那个翻腾我才开始叫做你大改变，你真正用你家己，系家己嘅心念大转变。我是跟泰国嘛，啊泰国德清啦、啊、吼、哦，我讲，你要真的要大改变，哦，不改变不行。你看，不千人我要改大变，泰国人变了吼，他不知道用死了用钱变，或者改大改变，我改大变变了。哈哈哈哈哈。他也是不是笑笑话，但是一个意思是应该这么讲啊。啊，往后讲啊，对了哈，所以大改变，那个大改变，我现在这个跳出苦海边，这是一个保本性。那讲愉悦轮回，人是一个凡夫，你跳回要必性命，必永不穿越。所以呢，是得，是得什么？真理实相，真理的是实相，不愿意了解。你不是了解真理实相，反求诸己，无力量。这个反求就叫做反相，第一就是自我的察觉力。咱有反省，咱有察觉自己，咱有发觉别人，觉察咱自己，别人啊，有点意见。真正的人，知己知彼，三五百胜，百胜钢琴。嗯。最大敌人就是自己，钢琴。嗯。最大失败就是自己，钢琴。但是咱今日不是。无法当学我咱家己个，因为咱家己自己个人，咱袂当学。咱要去学个外口迄个个，其实迄个外口个学，的确迄个缘起，会随着因缘善缘，迄项都无关系。但是上个重要，就是你家己内心世界这个定型，你学会好势。我来讲一个最简单的比喻：台风要来，台风来，对鲁肃哥遐个来，即届有17、18级无？有大无？你敢袂当人看台风？台风从你面前往上下来，有可能无？你会当安怎做？我个电话调落好势，我个水果要搞疏通，我啥物代志较做好势？咁是安尼，因为台风来是因缘而来，气候形成而来，你没有办法改变。但当你你有家己查好了后，即、這个风台背过了后，你个厝安然无恙。拢总无去用，才算是对。但是隔壁的物件却毁了了，先隔壁毁了了，伊都无注意，都无去跟家己的风台台风之前，伊无家己调好，敢是？哦，啊，今日你等到风台过，毁了了。我讲意思你听啦吼，风台是一个延伸，因我都改变。但是你内心世界，你是接受。然后你遇到一件代志，然后你内心世界有没有查好？
你内心世界无啥叫支离破碎、痛苦万分。你内心世界有啥好？你是什么？海阔天空，快乐无比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但是问题是一个心态问题，问题不是心态问题，问题是你有没有把你这方面做好。问题是不是你遇到事情的问题？问题是你内心世界，你有自己去控制好事，你有发觉，你有去觉察你自己。你自己无觉察自己，后边带来报效，别讲好不好。所以对自己的觉察力没有力量，就没有智慧，都无地位，都无能量，修完都方向偏差，无有正向的目标，更办的办是非。结伴的办对立，结伴的办理我，结伴的办等等，办到尾啊！我是信任别人拢得个，敢是安尼？所有的物件我拢看袂起，我拢看袂开。啊，那安尼当中，你在办什么道？你是在办魔道，而不是在办天道。你要搞清楚。所以办天道是你懂啊，这个、心不正，你就要办天道，还办魔道。你这个心不正，你就要办魔道。不是半天道，哦，你要很清楚，不是这个道义人在出问题，就是你个人心的出问题。天命，你对，你的心不天命不？你的心没有天命，你到哪里去都没有天命。你的心有天命，你到哪里去都是有天命的。道理就是安尼物件嘛，哦，修完道，发发尊师重道，听师重劝。尊师重道，尊师不止，修道不尊师，就是不尊，不尊天命。咱常讲，咱的这本书是逃离天命，啊，心兼顺命，敢是？但是咱对咱的这本书无尊，咱对咱真无尊，安尼来讲起啦吼，安尼你有尊天命无？啊，你办道内底当中，你不重道，你是咧办人道，你办到，你办道，你无重道。把刀当作洗菜吃啊！哪安你刚才半天刀，和你半个月不尊贵，在半天刀，尊师调遣，好、哦，调调遣，这重要，这句话是重要的。出必告皇帝面，这是以迄个地主会的讲。哦，咱十五只狗，叫出告皇帝，咱一个人才变半刀。咱要处理到对板凳，一定要把人点么收倒。人倒啊，一定要把人点么收倒。咁是安尼，一定安尼。就像人点么收，要出门要把人接你倒。倒来嘛是爱把人接你回报。咱较早三国演义啊吼，迄、个诸葛孔明有无？诸葛孔明，伊每一届若要出兵，一定爱哪啦？一定爱有一个啦，有一个听从迄个出师生。出师有名，出师和咱的皇帝一样。皇帝看，皇帝看你会当出兵，你会当出兵哦。皇帝若不要出兵，你会当出兵哦。你出兵，但是你见见到了，你还要甲皇帝报告哦。哦，这是叫做出国。皇帝叫做哪？皇令，皇帝令啊。但是咱今办的叫做哪？天令，敢是？天命是信背奉奉念哦，但是我今日作辛苦，出去三个月、两个月，恁都无甲咱点个书办讲报告，我家己爱要做，安怎无？你去补三个月、两个月，拢个补人道，拢个补人数的工课，啊，你补啥物记得？哦，啊，变甲遮辛苦，但是你一个修行做无好势，啊，拢个补遮个时阵啊，人数的问题，啊，哪安尼搞意思？为什？咱袂使对一件工作，咱无重视，这是因为过去老祖宗过去甲恁交代，咱人才要出版的，一定要向你的点师出报告，你的领导点师出报告。好，我们这些点师要出门，一定要向前人出报告，前人甲恁交代，前人啊，该袂使出，该你唔出，你绝对袂使袂用出。你出去就是办人事，这点特别不像人生的高代，所以我们说修万道，去往尊师重道，听师调遣，不要两边。办道路尽心尽力，办道
是好点的舒适，不是出去度假，不是出国跑。我相信讲，每一个店是每一个人才出去办的，非常作辛苦。哦，嘛不用干脆啊度假，咱只凭良心讲，第一，道路也办不好，店不多，宣传不好，咱家己也很什么，很辛苦，对不对？嗯。真的很辛苦，很委屈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你现在在当中，任何行渣男去到泰国的时分，你这是民国三十五年前，三十五年，任何进两年都三五年，三十四年前，你还没给你建议，只是任何到泰国办的。我从几岁？我从做三十四岁，任何三十三岁，你还没三十四岁出。我太多欢迎。我演出几回，就是我去泰国几年，我伫泰国我生演出，哦，有名不敢为，无名不敢自传，这个叫咱找，我找一届两个月，一定爱坚持做三个月，我不传，有话不要讲泰国话，有目睭不要看泰国片，有耳孔不要听泰国话，有两支手不要写泰国字，有两支脚行袂出去，写到我唔知影，叫五不全。但是做冤啊，一天过一天，一天过一天，迄我痛苦呢。三十四岁，在我咧做手表，做不长。哦，太太，我娶三个囡仔，娶囡仔上细汉，我当生出来。办不到，要倒到唔敢倒来呢，唔敢倒来，真正唔敢倒来。真正倒来，当中咧变到淘汰，唔敢倒。每一年啊，差不多黄昏五点的时分。咱比如站在后边遐多一条铁架路，铁架路啊，我伫个铁架路，迄铁路是达国宝的铁架路，唔是坐坐火车咧行，是一间过几房仔，啊去遐咧行，啊咱行啊行，抱着一个非常沉重的心情，啊哀着迄首，你自己原来迄个主人，把咱叫做菩提祖先，咱叫做菩提祖先，但是这来去用。